您快点，那个香港的航班马上要起飞了。先生，您的护照不对吧？赵立春要向易学习祝贺，他不是一直压着易学习吗？赵立春现在是以退为进了，不但要祝贺这个易学习，还要让他宝贝儿子把美食城的拆迁款1亿8000万拿出来，做个什么月牙湖环境基金。这倒是好事儿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。吴老师，这事到如今，真有退路吗？走吧，记住，咱们这次没有退路了。童伟，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走？跟我一起走好吗？我走不了，我也不能走。我记得你说的有一句话，挺对的。头两瓶想让我们先哭起来，那我就会让他哭得更惨。走吧，老规矩，到那以后给我报个平安。我知道。你记住，别和老高闹得太僵了。不会，他是我老师嘛，他想打我左脸的话，我会把右脸也给他。吴老师，让我们来猜猜侯亮平这位优等生现在在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在问你。肯定不是在睡大觉。那是当然。我估计他这会儿一定在通宵审讯刘行俭。如果这个刘行俭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那我跟侯亮平的谈话就没什么意义了。你估计刘行俭会挺得住吗？不知道，我对这个人不了解。现在这室温有十多度吧？你看他满头大汗，挺有意思的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咱们这十个问题击中他要害了。林花花有没有纸啊？给他擦擦汗，别真感冒。哟，刘总，出汗了。要不要帮您擦一下呀？啊，不用，我是因为这屋里闷，太热。你们不是啊？我还觉得冷呢。再来看我们下一个问题。他是从省军区调来的，不属于我们汉大市省这个圈子。赵立春做了省委书记，就同时兼任了省军区第一政委。是赵立春把他调来，做了自己的警卫秘书。我听说刘行俭原来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参谋。这个小参谋很能干，文字能力也强，就被赵立春看中了。先是由警卫秘书提到了政治秘书，到最后就成了这大秘了。赵家的几任大秘都从政了，而且官做的都不小。
那为什么唯独刘新建去了企业呢？这是赵家的意思还是他自己的意思？我估计是赵家的意思，或者直接说就是赵公子赵瑞龙的意思。那这么说，他们家早就看中了油气这块肥肉了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有一个事实你不能否认，自从你刘新建做了汉东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之后，你们汉东油气集团跟赵瑞龙控股以及参股的公司交集之多，令人瞠目结舌。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？绝对没有利益输送。听说你跟赵瑞龙是把兄弟，这你们也信呐？这完全是瞎传的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在赵书记身边当秘书整整八年，我跟他们家里人关系都很好啊。那赵瑞龙跟我年纪相仿，啊，也是赵书记唯一的儿子，那平时走动肯定多一些。哎，这就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小辫儿，就开始恶意编各种风言风语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我怎么可能去跟人拜把兄弟这种事儿呢？你怎么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？这刘新建的心理防线马上就要崩溃了。他现在应该很矛盾，一方面呢，对赵家还抱着一线希望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。可我真没想到，他能挺那么长时间。这么说，亮平，你错过了一个好时机呀。什么时机？刚拘留的时候，要是一鼓作气拿下来就好了。那个时候他心里没有准备，人的心灵防线要崩溃，也就是那么一瞬间。要是这一瞬间能挺住了，以后还真难攻破。对有些个别人来说，也许永远还攻不破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经验之谈。可我当时也是猝不及防啊。他情绪反应很强烈，万一弄出什么意外，这案子可就办不下去了。那也倒是，这些年来，这个赵瑞龙从汉东油气集团公司偷走了多少肥肉，鬼都说不清。这认真追究起来，肯定牵扯祁同伟和山水集团。这么说，他们跟山水集团还有交集？少得了吗？国企这块无主肥肉，谁不想吃？有刘兴建配合，坚守自盗。余亮，我可能应该提醒你一下了，你自己要小心呐。我小心什么？他们那些烂事我一概不知道，说实话，他们也不敢让我知道。一概不知？小高的事业这些事我可以不管，但是中央和组织不会不管的。吴老师，你就不要操这些心了，好吗？小高现在已经在香港了，香港已经回归了，也不是绝对安全之地。你熬了一夜，一定饿了。我去给你煮点八宝粥。喂，高小琴同学。赵总，怎么是你啊？我在香港呢，您赶紧过来吧。你也在香港？那太好了。望北楼，过来一块吃饭。
行了，一可，今天就审到这儿吧。好了，你可以下去睡觉了。如果你还能睡得着的话。睡不着的话，随时欢迎你找我们聊聊。我没什么找你们好聊的，我要求你们回避。老高啊，好了，过来吧。放糖了？就放了点木糖醇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最近是血糖高，别放糖，别放糖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才放的木糖醇。以后木糖醇也别放。好，我去换一碗。不用了，凑合吃吧。吴老师，待会儿给那侯亮平打个电话，就说你请他吃饭，吃螃蟹。好。玉良啊，我还要麻烦你一件事儿呢。什么事儿？咱们省里不在招考公务员吗？我们学院那个小林，他想要报考。哪个小林啊？你见过的？想起来了吧？是这样的，他最近呢没有评上高级职称，然后家里嘛，这个老婆要跟他离婚，所以有些心灰意冷，就像从政了，是吧？吴老师啊，你是在不断的给我这个汉大帮添砖加瓦呀。你不能这么说，我也没有勉强的意思。这件事我的原则是这样的，能帮则帮，帮不了的话千万不要勉强。这样，你先让小林老师把简历给我送过来，我看看我这政法委还有几个名额，我亲自掌握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季检察长，嗯，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，我建议啊，对赵瑞龙、高小琴这两位犯罪嫌疑人实施必要的措施，或者拘留，或者监视。那祁同伟呢？也监视，也拘留啊？祁同伟的证据，赵东来一直在找呢。我到现在什么也没有找到啊。祁同伟毕竟是公安厅长，反侦查能力很强的。那倒是啊。哎，亮平。我一直有个担心啊，你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吧？我没有，我昨天去也就是吃饭、唱歌，我很小心的。您提醒过我的。那就好，尽快对赵瑞龙和高小琴采取措施吧。是。哎，不忙啊，今天是周末，回去好好睡个觉。你熬一宿了。是。我真的困死了。赵总，来吃一份。嗯，谢谢。哎，你也吃啊？啊，没事，我不饿，一会儿再说。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呀？我不是听说您被劫在关内了吗？他们哪劫得住我呀？我五本护照，五个身份，随便换一个就行。机场也换了一个吧？那是，那是从汉东机场到旅州机场，目的地也从新加坡变成了香港。其实我的航班啊，就比你早一个小时，我也是刚到这三季酒店。哼，这三季酒店
听起来名字怪怪的。嗯，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少了一个冬字。图个温暖吉利的意思。有那意思，差不多吧。但主要啊，还是这儿的信息比较集中。信息比较集中。嗯。这叫望北楼啊，你没听说过？不知道。这是香港，在这个内地的什么方位？南方。那咱们内地在香港的什么方位？那当然是北方了。所以啊，一帮从内地出来的兄弟都住在这儿，遥望北方，望北楼。那以后，我们也都得在这儿遥望北方了。哎，先别碰头吧。你现在能跟我说说吗？那个小高到底哪里好，让你迷恋了这么多年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想找到答案。你跟我说说呗，好吗？吴老师，我想知道，我想向他学习，拜他为师。我猜猜，他比我年轻，肯定的呀。我也有年轻的时候，他也有老的那天。还有，他为什么迷恋你这么多年呢？你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呢？你帅，但是也老了。你忠于爱情，你没有这个道德品质啊。不对，你是忠于爱情了。可是你忠于的是对他的爱情。我明白了，权力，男人的权力，他看上的是你手中的权力。能不能不说了？不能，说完了我说了这么多，没说明白，没说明白，没法没意思。能说明白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千万要小心，小心，要收敛一点。可以不说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停，够了。给侯亮平打电话，我估计他审讯该结束了，行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喂。亮平啊，吴老师，是这样的，家里有人送来了一些螃蟹，我想让你现在过来。你还当真请我吃螃蟹啊？我刚加完夜班，正想睡会儿呢。没关系，到这儿来睡吧，好吗？睡醒之后，我们一起吃螃蟹。这个，过来吧。你高老师还想跟你下几盘棋呢。好，那我一会儿过来。一会儿见。高总，你啊，别太担心，我跟你说一事儿吧。三年前，有一帮人抓住我把柄了，想把我送进去。我就在这儿整整待了18天。18天以后，国内一切摆平，我是重整旗鼓，二次北伐，我不又进京城了。没想到您还有这经验呢。我什么经验没有啊？这儿啊，有一帮专门出卖各种情报、各种信息的人。那这地儿是不是就像那电影
卡萨布兰卡里的法国酒吧呀。哎，还真有点那意思。所以高总，你先放心住下来。今天晚上我就约了两个情报贩子，看看从他们嘴里能知道咱们到底咋回事，怎么摆平。谢你啊，赵总。赶紧吃吧，饿坏了吧？侯亮平知道，这是高玉良的意思。山水庄园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老师肯定坐不住了。从谨慎角度考虑，侯亮平很想向组织上汇报一下，免得让人以为自己是给老师通风报信。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老师涉案，作为学生他不能这么防贼似的防着自己的老师啊。对不起，季检察长，我打错了。晕了吧你。而且他也很想了解老师的立场。高总啊，这望北楼啊不是一片净土，什么骗子都有，所以啊，千万不要轻易跟陌生人搭讪，更不要相信他们的承诺。估计啊，这是收了钱没替人消灾，啊，这黑社会找上门来了。在这儿，只要你有钱，就没有做不到的服务啊，只有咱想不到的，没有人做不到的。赵总。那一切我就只能靠您了。那不是靠我，是靠钱 ，money。有钱能使鬼推磨吗？现在是有钱都能使磨推鬼。磨还能把鬼给推了？那是，只要你把钱使够了、使足了，这磨还就能把鬼给推了。懂了，谢谢您。那我到了。啊，行，你先休息，然后有什么消息咱们及时沟通。哎，拜托了。哎呀，侯老师，亮平，快快进来，进来。行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啊，不用换了。你们特殊，不用。好嘞。快。高老师呢？在。哎，亮平，高老师，就知道你一夜没睡，刚刚还说我不老实呢。这螃蟹什么时候不能吃啊？不行，就得今天吃，不然的话明天就不新鲜了。亮平，没有休息好是吧？是啊。要不你到芳芳的房间睡一会儿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我不用睡，我先陪高老师下盘棋。急什么？哎，吴老师，先去忙螃蟹。对对对。好，你们聊，行，我去给咱们做螃蟹。哎，真的，要不要先眯一会儿？不用了，高老师，其实我今天来，既不是为了吃螃蟹，也不是为了和您下棋的，有些话我想和您说，我怕不告诉您的话，对不起您。什么事儿这么严重？要说大事儿，很大很大的事儿。坐下说。哎呀，沙书记，嗯，你最新给网友的回复真的好评如潮啊。嗯，光点赞的就有850多人了。呵呵的呢？呵呵的，哎呦。也有200多人啊，还有那变态踩我的呢，那不太多，
也就100来人，那也不少了。还有什么事儿？新鲜事儿？还有两条，估计你感兴趣。一条是荆州市大丰厂的工人上班像做贼，都是翻窗子进去。还有一位近50岁的女工摔伤了。大丰厂，就是116事件那个厂吗？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光明区信访局不做。哥，别忙了，喝点水吧。哎，行之。轻轨8号延长线，我延长到这里怎么样？哦，真要延长到这儿，以后你回家就可以治他了。哎呀，真的哎，我可以直接到家了。对。哥，你不会是为我专门建的吧？为你？多大脸呢你？哦，对了。你这个卧底可不称职啊！光明区信访局接待窗口改了没有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也不给我提供点情报？哎呦，我又不是专门卧底。最近我去市里上访，区里我都没去。那你些姐妹没去啊？没跟你说啊？哦，对了，我上次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我亲眼看见孙连成区长跟群众赔礼道歉，说他来晚了。哦，对了。《荆州日报》还登了呢，说光明区为民办实事，把上访群众当上帝。报纸我给你留着，我去拿去啊。你是说你这个学长祁同伟，有可能已经腐败了，甚至故意制造车祸暗算陈涵？是的。山水集团财务处长刘庆柱的死，估计和他也有关系。估计？有什么证据吗？没有。我都是根据事实来判断。什么事实？祁同伟承认他拥有山水集团的股份。是他主动跟你说的？对，昨天晚上当着高小琴的面他跟我说的。我倒是不意外。梁平，其实这件事情我早知道。你早知道？那为什么不阻止？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投资5、6年了，而且不是他一个人，是他们一大家的8口人，总共投了70万。你说我怎么办？你劝他退呀！公安厅长经商，这是违纪的。当然违纪，所以他名义上就退出了。那实际呢？没有退是吧？这个祁同伟也算老实，最近我一直追问，他也就承认了，他的确没有退过。他流着泪对我说：“穷怕了。”他的身世你也知道，上大学之前就没吃过几顿饱饭。可是高老师，他一直是政法干部，现在又是公安厅长。公安厅长怎么了？那也是人，也得养家糊口，不是？更何况，他们是一个大家族，靠他这点工资能养活谁呀？理解吧。我不理解，我都调查过了，这些年以来，尤其是祁同伟当了公安厅长以后，把家里的7大姑8大姨全都安排好了，有些安排特别的不合理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他都安排了，一个大字不识，安排人家去当协警，去看守停车场。你哪来那么多信息啊？你最近是不是专搞祁同伟的调查了？我还用调查吗？汉东政法口所有的干部群众谁不知道啊？好，就算他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办点事儿，那又怎么呢？咱们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不愿意帮助，都无情无义，那你还指望他们为人民群众服务？怎么可能？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是这么有情有义，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服务，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平公义可言？哪来什么绝对的公平啊，亮平？我宣誓，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忠于宪法和法律，维护公平正义，维护法治统一。说穿了，人的私欲是很难完全克服的，最关键的是看有没有底线。你不是当年那个学校里的毛头小伙子吗？都走上社会这么多年了，还这么幼稚？这不是幼稚，高老师，
如果社会上人人都用这种不公平去谋取利益，那么这种不公平早晚落到我们自己头上。好了，我们不争论了。总之，祁同伟是我的学生，我不保谁保？换作是你，我也得保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好，正好今天是周末，咱们就搞个突然袭击。我去洗个澡，你给李大康打电话，让他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光明区信访局接待站见。好。然后去大风场。还有就是不要告诉李大康咱们去干什么。我这就联系。哎，那大风场的安保措施不要通知司机去接陈岩石，陈岩石跟大风场熟，完了之后咱们去医院看陈海。哎，哎，李书记啊，我和沙书记十分钟以后出发，一个小时以后到光明区信访局的接待站，那我们在那儿等您。就是手机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哥，省委沙书记怎么这么关心信访工作呀？会不会是光明信访局改好了，省里向抓个典型？不知道，但愿孙连成这小子能干点人事。来，你慢点啊。我知道，当您在学校的时候，您就像老母鸡护着小鸡一样的，总是护着我们几个。这小鸡儿该护还得护，不护就有可能夭折，不是被大动物踩死了，就是被食肉动物吃了。就说这个祁同伟吧，当年给赵立纯同志做政保科长的时候，就差点被人掐死，一个哭坟事件流传到今天。我也听说过，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是个什么事儿？这李大康瞎说呗。当年祁同伟陪着赵立纯同志去扫墓，恰好他的远房一个大哥刚刚去世，到了这种环境里触景生情了就哭了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这李达康就说到现在，一直说到这次的常委会上，给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造成了很不好的印象，硬是把这个副省级干部给弄掉了。喂，沙书记到了。啊，好，马上到。亮平，其实你知道，祁同伟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当年刚从山里边调过来，就在冀都一线以命相搏，独闯独朝，身中三弹，荣获过冀都英雄队长的称号。因为负了伤，才改做了政保工作。在荆州市公安局当过副局长、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厅长，无论在哪个岗位，他都兢兢业业。这次副省级没能上，说实话，我都替他惋惜。怎么不说话？您让我怎么说话？人是会变的，现在的祁同伟恐怕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以命相搏的英雄缉毒队长了。这不很正常吗？亮平，我们共产党人要讲唯物论辩证法。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在变。随着能力的增强，地位的提高，权力的扩大，这一个人总是要变的嘛。就看他往好的方向变还是往坏的方向变。我告诉你，一旦有变坏的倾向，我一定会及时指出，毫不留情。达刚书记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单书记。
南康同志，你们的信访窗口很有特色呀、啊，群众把它晒到网上了，我很好奇，今天就特意过来看看。果然是别具一格呀、啊！坐，怎么不坐呀、啊？旁边有小椅子，口干舌燥了，还可以吃块冰糖，别光喂了苍蝇。沙书记，我见到了，我见到了。前一阵我还跟他说呢，要向你亮屏学习。学你什么？学你的骨气、锐气，还有你的原则性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就不如你，有时候就会丧失原则。既然知道祁同伟会丧失原则，那您为什么还一再举荐他上这个副省级呢？我向省委和中央推荐他，是因为他的资历、政绩和能力。谁没一点缺点啊？人无完人。但你想想看，祁同伟的本质还是很好的嘛，还是值得我们信赖的。老师，您是不是在报恩呢？这一点我也不想瞒你。祁同伟的岳父梁群峰老书记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如果当年不是他亲自点将，我现在还在汉大教书呢。这说起来也晃都20多年了。所以您提拔祁同伟是为了报梁群峰老书记的恩？那倒不是，但我也实话实说，因为梁老书记这层关系，在感情上我对祁同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，这点我并不否认。但我这个人是讲原则、讲规矩的。20多年了，在祁同伟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上，我从来不敢掉以轻心，更不敢徇私舞弊。再说，如果这个人无德无才，我就是提拔他也上不来，是不是？说到才，祁同伟可能有，可是别的就无从说起。梁平，你难道非咬住这位学长不放？老师，您能不能考虑一下现实，别再死保这个学生了？哎呀，怎么越说声越大了？别吵了，下棋去。老高，去，你跟亮平把棋摆上，我这里马上好了。尚书记，我不解释，我也不推脱。我是荆州市委书记，荆州出了任何事情，我负责。嗯，好，那进来谈吧。这么蹲着多难受啊！我活该，我监督不力。你别心疼我。那你拉把椅子坐下吧，咱们坐着谈。啊。我一看见这个窗口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！我让光明区整改一个月了，到现在都不动，还惊动了您。这不是改了吗？加了个小竹椅子，还有小糖果。他改了个屁呀！他，我亲自到现场，告诉主管区长孙连成，让他按照银行的柜台这么干，他敢这么瞒我。尚书记，我现在忽然想起来了，一个干部向我举报说，这位区长曾经说过。无私无畏呀、啊！既然不想生了，就无所谓。触目惊心啊！这是懒政。来吧。我知道你为我好，替老师担心。是啊，要不是为了您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这是何必呢？昨天祁同伟还和我说，说您不贪财，您要的是一片江山。他这个说法也不对，什么江山？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一份工作和责任。所以，无论是作为您昔日的学生，还是现在的下属，我都希望您负起这份责任。不要在祁同伟的问题上犯错误，被祁同伟给害了。
梁平，我有难处，祁同伟不得不跑。为什么？不会是您拿了他的好处吧？我拿他什么好处？一辈子都不会沾他。我也给你交个底吧，是因为赵家，赵立春老书记。现在立春同志就有个担心，担心你这个反贪局长被谁利用，或者成为某些人否定撼动改革成就的一把刀。我不会被任何人利用，也不会为某些权贵人士去背书。赵立春是副国级干部，不在我们省检察院和反贪局的调查权限之内，可他儿子赵瑞龙没有特权，我们反贪局现在就在对他进行调查。不光是这个赵瑞龙，还有刘新建吧，就是立春同志前秘书。没错，昨天晚上我们审的就是刘新建。该您了。刘平，你说这件事蹊跷不蹊跷？于是同步以肩上的职责，听一番枝繁叶落，看一幕檐下交错。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，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，听一声青梅永乐，看一片繁星闪烁。此时此刻爱与永续，你心情归故里，相思。